走一个先，来听听，试试。奇怪的是，躺在通讯录里的人每天都在增多，大部分的人也许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他是我最喜欢的华语歌手之一，我的歌单里很多毛毕的歌，在活动上见过几次，但是没有在私下交流过吧，总共就通过两次微信吧。出新歌了呀？嗯，到时候要听一听。期待期待期待。真的好呀。嗯，你是不是不经常做这种？你会害羞吗？什么？你会害羞不自在？会。他周围的人太多了，换。那你坐电梯吧。好了。上来休息。我和他性格其实挺像的，但是没想到今天遇到了一个比我更加社恐的一位男艺人。你不要光看歌词，有时候有点意思。我对他的好奇心其实都是还是蛮强的，就他到底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生活中的某些什么样的经历使得他能写出我非常喜欢的这些歌和歌词。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现在的天空的颜色。